我好像看到江离了，哥哥，警方已经确认过了，江离姐姐在那场爆炸中已经不在了。 回去吧，他们还等着我们包饺子呢。小马哥哥，嗨！小马哥哥，快来陪我玩，陪我小小小。好，走。 大家今天来的是最齐的一次，过年我说两句啊，祝大家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举杯。那个爸，你好像每年过年都是这两句。啊，那就证明爸爸每一年过得都很好。举杯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举杯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 时间没有像这样一家人过过一个快乐的年了。菲菲，让爸爸休息一下。但是江离不在。哎呀，是啊。这几个月我一直会想起他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江离是我们这些新剧人里面最有智慧、最理性的一个。但是他竟然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。 江离在这里就好了，你一定不知道吧？他可是个武林高手，不管是华尔兹还是伦巴，他都是专业水准。李阳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 他总说，他不懂得爱，不管在什么时刻，都用理智做计算，用概率做选择。其实他比谁都懂得爱，懂得付出，所以我相信他是满足的，是快乐的。
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离开过，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 起点一定会被打开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人类在创造新纪元的开始，就设定了阿西莫夫定律，就是要求新纪元无条件的爱护人类。可人呢？人愿意同样爱护新纪元吗？如果有一天起点真的被打开了， 我希望，是人类愿意给新纪人爱的那一刻。这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，也是文明的进步。说实话，具体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无法想象。可是这一天，我很期待，也想去看一看。 你给我过来一下吧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想把这个给你。生命钥匙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 你是要离开了吗？是啊。你也看到了，叶坤，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我们也该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？你也知道，现在人类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有意识的新纪人。如果我们继续生活在这里，就会有很多风险。 所以我想带着小马，还有思佳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。人类的文明，一日千里，瞬息万变。我相信很快，他们就会做好准备，接纳有意识的新纪人。我们会随时回来，而这一天的到来，就是要靠像你这样的人。我？对啊。你敢想，敢做，尊重科学，没有偏见。 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会变成一个跟我父亲一样了不起的科学家，所以你是最佳的人选了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相信你。 这段视频我已经完全修复好了。你在看什么呀，哥哥？我在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浩康临死前说杀害爸爸的凶手不是他，我觉得他没有撒谎。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？ 吃吧，吃点面包吧。嗯。小马，思佳怎么还没下来？你去看看她。好。嗯。乔优怎么也没下来？这都几点了？
你的生命钥匙不见了，思佳也不见了。 找到思佳的下落了吗？还没，但是我有一段视频想给你看一下。这个是英国星际人管理部发来的，昨天在伦敦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星际人，可能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一个。那你现在发给我。 已经完全修理好了，很好，起点终将被打开。